来吧，听说你们想看我抽这个教授的精品哈，而且好像这个金娃宝箱概率很高。哎，像我啊这种一般不怎么保底的欧皇男孩，先来给你们试一下啊，3、2、1，第一发十连抽，走你！不慌，一般这种第一发十连抽啊，基本上再往下的话，3发之内必出一个金光。哎，再来试一下，3、2、1，大哥，求给力！红蝶的浴袍小女子不慌，好吧，来，接下来我还不信这个邪了哈，谁说我保底啊，等会儿狠狠的打你们的脸，原来是这个地区搞错了呀，换成我们的欧皇地区澳门，哎呀感觉非常的对，来继续失联，千万不要单抽，一般这种金皮呀、啊、都是失联连出来的，点3下，准备好了吗，走你不墨迹，这什么，我的天，哎呀不慌，接下来还有机会，继发，广义大哥再不给我出金币不要退游了啊，金币来，金币，别慌，很多人说哎呀男孩啊你真的要保底了吗，看到没有，这边有一个什么奖励，呵呵，先领了，哎，这2个十连抽我还不信不出一个金皮了，准备好了吗，不要保底，拒绝保底，从我做起，3、2、1，我一把把金光，谁跟我说这个宝箱那个金皮概率高的，是谁啊，给我站出来，我这搞得我这出金光我都没什么感觉了，都好像真的是保底蜡像师的淋浴，哎呀还行，反正我蜡像师没什么皮肤嘛，哎呀不亏不亏，哎呀还给了一个心理学家的这个什么睡衣，哎吸欧气吧，这到底是欧气还是飞气啊，我不想说话了，难过伤心